大家好，我是新奈。我不知道以后会嫁回日本，还是嫁来台湾，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两边可能会碰到的差别。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，不代表所有的日本女生哦。Like us on Facebook if you haven't, and 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 for more new videos。小时候，妈妈教我做菜跟家事，所以身为太太。 煮饭干打扫我都 OK，虽然做菜没有特别好吃。在日本不管去哪里都要化妆，可是我是一个很懒的人。我发现，在台湾没有化妆也可以出面，这样子我的压力没有那么大。在日本，我每次出门都一定要穿鞋子，不能穿拖鞋，不然妈妈会骂我没礼貌。 我发现我在台湾，如果穿拖鞋出门，也不会有人觉得很奇怪。我觉得这样子非常方便。我很喜欢穿很大 size 的，所以如果只是去楼下倒垃圾，穿老公的就好。我在日本的时候，去家里附近的便利商店，也要花时间打扮，不然大家会觉得我很奇怪。 在台湾，我可以穿很轻便的衣服去买东西，也没有人会一直看我，所以我可以穿老公的 T 恤去去，也没关系。其实我是一个有一点点懒惰的女生，我比较喜欢放松一点的生活。我没有批评任何一个文化的意思，我只是觉得我比较适合放松一点的生活方式。